好，这一圈已经做完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到了这个封口处，封口处大家把这个一二三，把这三颗珠子都过了，先到这种状态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右线穿一颗珠子，两颗珠子，六颗，然后再用一颗珠子倒线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现在这种状态，这样之后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做下一圈。下一圈的话就是很简单，你看最开始是这样子，一颗珠子，现在一颗珠子里面我们不用过线，直接用右线，下一圈是四连珠的，右线加两颗珠子，注意哦，下面一圈左线最开始不用过线啊。然后我们右线先加两颗珠子，再用一颗珠子过倒线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形成一个四连珠的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左线，左线在下面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一圈吧，不管它怎么弯，但是它这是最外围的这一圈珠子，我们要一一把它过线过了，就是说每过一颗，然后做一个四连珠的花型，每过一颗做一个四连珠的花型。你看，我现在左线再过一颗，然后右线再加一颗。因为下面有两颗了嘛，我上面再加一颗，再用一颗倒，就一共四颗了。大家看，这里又形成一个四颗珠子。然后我现在左线再把这一颗过了，然后再分别这过这一颗、这一颗、这颗，然后把这一圈都过了，都是做的是四连珠的。这个大家这样拿吧。这样拿就好，够线线。把它反过来，其实弯进来，完完全全反过来，好了，现在就好看多了。你看这里两个四连珠了，然后我现在左线再过一颗，然后右线穿一颗。再用一颗珠子倒线，好，然后现在左线再过一颗，右线穿一颗，用一颗珠子倒线。然后现在左线再过一颗，注意不要漏过了，把这一圈的这所有珠子都要过一遍，不管它凹下去也好，凸出来也好，每一颗珠子都要过一遍。大家不用管它变形，就是它就是这样的，凹进去凸出来，凹进去凸出来，这样子的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一圈给它做完，全部都是四连珠的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。
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圈马上，这第一圈四连珠的，马上快编完了。然后，它虽然就是说它有点变形，就是说有点翘起来，但是大家不用管它，也不用怀疑自己是不是编错了，它肯定是没错的。本身这个编到这里，它就是会这样翘起来的，不用管它，继续按照步骤往下编就可以了。等到你编个三四排的时候，它这个自然就会自己就会平了。现在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到这里封口的地方，左线就过两颗珠子，然后直接用一颗珠子倒线。这第一个四连珠的一圈编完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还是跟第一圈一模一样，再编一圈这种四连珠的。大家看它有些凹进去，有些凸出来的，不用管它，随便随意它怎么样，自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等一下你编完第二圈，它基本上它就会有那个形状出来了。所以说这一圈不用，第一圈四连珠的不用管它，只要大家一个个把这一圈编完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二圈的话，开头还是一样的，先穿两颗白色的，再用一颗白色倒线，这就又形成一个四连珠。接下来还是把这一圈都依次过线，然后穿一颗，用一颗倒线就可以了，过一颗。右线穿一颗。左线又过了一颗，右线再穿一颗，用一颗珠子倒，把这一圈做完。
这第二圈四连珠的也马上就编完了。编完之后，然后下一圈我们要换颜色。这里到了接口处，封口处，我们还是过两颗，就先过一颗，再把侧面这颗也过了。然后用一颗珠子倒线，编到这里之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总是有一排凸出来的，然后这两排的话凹进去，然后一排凸出来，两排凹进去，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凹进去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要加珠子，大家按照我这个步骤编，记住我这个从这里加珠子的时候是这个，就是这一排是凸出来的嘛，然后这一排是凹进去，我是现在在这一排这里，大家跟我编的时候注意拿好那个方向和位置哈，要不然编出来会和我的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先穿一颗白色的，不是穿白色的，大家看一下这里，我看一下凹进去的这个，我们直接穿两颗红色的。然后再用一颗白色的倒线，先左线过一颗，穿一颗白，用一颗白色倒线，大家注意凸出来的这部分，这一排全部都是白色的，只有凹进去的这里是红色的。看下面的话，它又凹进去的，凹进去的这里我们就穿红色的。这里是凹进去的，凹进去这里我们穿一颗红，用一颗红色倒线。然后左线过一颗，然后我们右线穿一颗红，再用一颗白色倒线。穿一颗红，用一颗白色倒线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不要看这个位置，我们从这个凸出来的这个白色的先来看，凸出来的这个白色，我们开始做这个，然后这一个，然后到这里又该凸出来白色，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又该重复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这三个步骤了。所以说我们左线过一颗。
六线穿一颗白。再用一颗白色倒线。然后左线过一颗。右线穿一颗红。再用一颗红色倒线，左线过一颗，右线穿一颗红，再用一颗白色倒线。好，这一圈就按照这种方法来一直重复这个步骤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又开始编白色的了，所以我们左线再过一颗。右线穿一颗白，再用白色倒线，左线再过一颗。右线穿一颗红，再用一颗红色倒线，左线过一颗。右线穿一颗红，再用一颗白倒线，对呀，就按照这个步骤来做。然后这边的话肯定这里是个红到接口处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再接上。这里的话接下来该穿白色的，我们继续做一下，把这一圈做完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一圈马上编完了，然后这里到了封口处，我们依然是过两颗，左线过两颗，
然后把侧面这颗红色的也过了。嗯，一共过了两颗珠子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用一颗红色的倒线，大家看这里都是三颗红的，我们只有这里是两颗红的，所以我们再拿一颗红色的来倒线。好，这一圈上编完了，编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开始做下一圈。下一圈的话就该加叶子了，我们就右线先穿两颗红色，记住叶子都是在这三颗，我们这三颗最后这里会少多一颗珠子，会形成一个四连珠，所以这多了这里的一颗就会是绿色的。我先给大家做一个，然后看一下哈，其他的全部用白色的来。首先过一颗，右线穿两，一颗白，再用一颗白色倒线。除了那一颗绿色的那珠子之外，其他地方全部都用白色的来做。这里是个绿色的，好，就按照这个步骤，这种方法来把这一圈编完。这一圈编完之后，我们再编一圈白色的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这个果盘的那个基本样子已经出来了，所以说前面它再怎么弯不用管它，到后面你越编它的那个形状就会变回来的，就不会再变形了。
现在是到风口处了，还是过两刻？然后用一个白色的刀线，好，现在大家看一下，接下来的话你就接着，这个接着再做一圈那个四连珠的，全部用白色的，就是右线加两颗白，再用一颗白色刀线。这一圈全部编白色的，就按照这一个步骤编就可以了。编的时候记得把线拉紧，要不然编出来的果盘会比较松。把这一圈编完，马上就编完了。下一圈的话就该那个换颜色。大家这个接口的地方啊，注意一定要看明白。它这里每一层的接口处都是这样过两颗珠子。然后直接用一颗珠子倒线。好，然后下一层的话我们要加一点那个红色珠子进去，首先我们就穿两颗红的，然后再用一颗白色的倒线。然后左线过一颗。然后右线穿一颗白的，再用一颗红色倒线。好，然后左线过一颗，右线穿一颗红的，再用一颗白色倒线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出这个规律，左线过一颗，右线穿一颗白的，用一颗红的倒线。看，穿一颗白，用一颗红倒线，然后左线再过一颗白色，右线穿一颗红，用一颗白，我们就重复这个步骤就可以了。看了这里之后，然后我们肯定左线过一颗，这里了之后右线肯定该穿一颗白色，用一颗红色倒线了。然后下一步的话，我们就肯定该左线过一颗，然后右线穿一颗红色，用一颗白色倒线了，就是这样的，来回来一直重复这样。
我们就重复这样的步骤，把这一圈穿完，然后再编两圈跟这一圈一模一样的，就一共编了三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最后我们编出来要的效果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编的是这一圈嘛，然后等一下上面再编一圈，最后就是这样子一个斜的，斜的之后，然后我们把它卷下来，把这三圈卷下来。摁下来就可以了，最后出来的就是我们这种这个果盘的这个效果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一个编了，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规律，明白了规律之后就很容易编。